各位观众，你哋好！呢一日咧喺广州就举行咗一个介绍一项新户外运动嘅推广活动。呢项运动咧就系户外羽毛球啊！世界羽联嘅主席兼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男单金牌得主保罗拉森咧亲身嚟到，将会喺年底举行世界羽联年终赛嘅天堂体育馆，向到场人士介绍一项全新嘅羽毛球运动。保罗拉森话咧，好荣幸可以喺度同大家介绍一项新嘅室外运动，就系户外羽毛球。户外羽毛球将会是他们致力推广的新运动，希望将来可以有更多人在更多不同的地方打羽毛球。对于户外羽毛球这项新发展的项目，世界羽联和他们的全球发展合作伙伴都充满期望。他们希望世界各地不同年纪、不同能力的人，无论在硬地、草地甚至沙地，例如在公园、游乐场定是沙滩，都可以打到羽毛球。呢間英資銀行嘅負責人咧，覺得呢個項目好有創意。佢話：身為世界羽聯嘅合作夥伴，好開心可以參與其中。無障礙環境同埋運動嘅包容性，係吸引人參與運動最大嘅動力。要將唔受環境限制嘅户外羽毛球推廣到世界各地唔同嘅階層，過程應該會好漫長。有更多嘅人參與運動，係佢哋同其他合作夥伴一直以嚟嘅理念，所以可以同世界羽聯合作，幫助佢哋達成目標，好符合佢哋銀行嘅理念啊！羽毛球運動喺珠三角地區、東南亞以至更加廣泛嘅東盟地區，有成3億人參與嘅，對於佢哋呢一類企業嘅發展都好重要。雙方可以話係一拍即合，佢都覺得好興奮啊！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broader ASEAN. So it's a great fit, and we're excited. 計劃為期5年，要發展户外羽毛球，首先要做嘅咧就係提高羽毛球嘅耐用程度、穩定性，同埋唔會俾風吹所影響。咁咧就可以喺户外都享受到打羽毛球嘅樂趣啦。世界羽聯嘅秘書長倫特話：簡單嚟講咧，容易啲接觸到，包容性大啲，咁就會有多啲人打羽毛球。他们最终是希望羽毛球可以成为小朋友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策略就希望在不同的环境地方都可以打羽毛球，例如是公园的草地、沙滩的沙上面，甚至乎在街上面，总之你想打就可以打的了。有了这些球，大家可以有多些机会打羽毛球，可以有更多的乐趣，更享受扩阔打球的经验，这个才是做运动的重点。伦特觉得看最高水平的比赛是一种娱乐，但真正亲身参与就不只是娱乐了，整个经验都很重要。他们现在就是希望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对羽毛球留下好感，去享受打球的经验。除了保罗拉森之外，另一个出席的嘉宾就是保罗拉森在1996年奥运男单决赛的对手，现在中国残疾人国家队的总教练董炯。他们还打了一阵球，为这次活动进行了开球礼。这次更加是他们两个在1996年奥运之后第一次一起打球。我们会想起董炯话，两个人都会想起以前比赛的事嘅，因为大家好耐冇见啊，所以大家都好兴奋。而他们觉得1996年决赛最有意义的就是当日的颁奖礼和赛后两个人的拥抱啊。保罗拉森就话，再次可以同董炯打波令到他好激动，当然会想起1996年的比赛啦。而家再打波，环境已经不同晒，最重要是他们互相尊重。他觉得今次活动好好玩啊，两个人都好享受。But it was fun, and I think we enjoyed it. 今次嘅活动得到中国羽毛球协会同埋广州体育局嘅支持，呢两个机构都答应会推广户外羽毛球啊。官方支持之外，一啲中国嘅球星都有嚟到呢次活动，当中包括2004年奥运金牌得主杨维、2009年世界女单冠军卢兰，同埋2010年男单世界冠军陈金。广州啲夏天嘅时间，杨维话咧，广州嘅夏天好热咧，同埋特别长时间嘅。佢有时搭车或者系行街咧，都会成日见到好多人咧喺公园度打羽毛球。既然有咁多人喺室外打咧，呢个户外羽毛球应该系好适合广州呢个城市嘅。陈金觉得户外羽毛球嘅波咧，同传统嘅羽毛球咧喺重量同埋速度上面都唔同嘅。另外，因为喺户外有风啦，个波喺空中咧会摆动，感觉亦都有啲唔同，所以咧佢哋都要重新适应先至可以打到啊。把这个节奏点对应好，然后才能去打。
我覺得很有趣。而盧蘭都覺得很有趣，因為無論是擊球啊、控球，都是他們的新挑戰。雖然他們打室內羽毛球已經很厲害了，在室外打呢要去適應環境，不過呢都很好玩啊。他最喜歡就是可以享受陽光，所以是很好的經驗啊。更好的一點就是我們可以走到戶外去享受這個陽光，我覺得是不錯的體驗。殘疾人羽毛球運動在非洲發展得越來越好。之前我們都報道過，有六個非洲國家之前派了代表去烏干達參加殘疾人羽毛球的技術發展課程。跟剛起步的時候相比，現在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了。烏干達羽總穆加比記得在2013年的時候，同一個活動只是有尼日利亞和烏干達派出代表，但這次就已經多了加納、津巴布韋、肯亞、剛果、布隆迪，一共有六個國家。他覺得未來只會有更加多的國家派出代表。穆加比很開心烏干達一開始就參與其中，現在他們已經準備好幫其他人了。世界羽聯的學校羽毛球推廣、社區的推廣，在這方面出了不少力，同時也獲得很大成果。世界羽聯的發展經理舒利亞說，他們在非洲有很多推廣活動的，而且全部都是免費，很多資料都可以上網或者透過智能手機拿到，有很多錄影片段，甚至幫教練的訓練課程。來自剛果的教練卡沙迪說，自己國家在這方面只是剛剛起步，大概只是兩年的歷史。目前他們在首都金沙薩開了一個訓練班，去到明年就會發展到其他小鎮，另外也會組織更加多的羽毛球會。中非的羽毛球代表辛坦加都說，他們開始發展羽毛球沒多久，雖然很受歡迎，但是就不是有很多方法去進一步推廣，不過他們都覺得大家很喜歡這個運動。殘疾人羽毛球已經慢慢在非洲的體育世界建立自己的地位，雖然沒有什麼資金，同時面對很多困難，但羽毛球運動的包容性將會令它吸引更加多的參與者。烏干達代表賓尼亞覺得的確面對不少困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場地。到現在他們只是知道在盧高高運動場有相關的設施。賓尼亞說，羽毛球的包容性在於很適合殘疾人參與，當然在球例上面都要作出調整，但羽毛球和足球一樣是任何人都可以參與的運動。他也很開心現在就算殘疾人都可以爭取成為冠軍。卡沙迪覺得健全人士的羽毛球和殘疾人士的羽毛球其實沒有什麼分別，很多時候兩班人都會一起打比賽和練波。貝寧殘奧會主席巴爾說，他在今次活動見到一些不同的輪椅，是他們國家沒有的，他希望可以找到合作夥伴幫他們引入這些輪椅和其他器材。他又覺得大家都想見到健全人士和殘疾人互相工作的情況出現，事實上兩個群組都明白他們要互相幫助，如果殘疾人被隔離是最壞的情況，所以在貝寧他們都一起工作，無分彼此。國家的殘奧會和羽毛球總會合作，兩班球員可以一起練波。現在在非洲的殘疾人羽毛球仍然只是靠一班熱心人士的無私奉獻，而對於教練和運動員來說，他們的目標就跟其他國家的球手沒什麼分別了。教練卡沙迪說，希望可以為剛果訓練出好的球手，希望可以派隊去參加每一個國際性比賽，去不同的地方比賽，去贏獎牌，去贏冠軍，這些就是他們的目標了。津巴布韋球手茲斯維簡尼話，就算出現困難都唔會阻到佢哋打波，佢哋會去挑戰自己同埋克服困難，直至到達成目標為止，冇人可以阻到佢哋。佢亦都相信非洲嘅殘疾人羽毛球有好大潛力。跟住落嚟，傑丹比又會同體能教練麥基一齊做示範啦。麥基話今次做嘅動作就係深蹲舉重。
做深蹲舉重，站立嘅方法咧就係雙腳咧會分得比起兩個膊頭咧會闊少少。分幾開咧就要睇運動員本身嘅體型嚟到決定啦。不過咧就點都要比一般深蹲咧要開啲，因為深蹲舉重咧只係需要屈90度，即係股骨同地面平衡。呢個亦都係深蹲舉重嘅規則。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臀部會比較一般深蹲咧靠得後啲嘅，因為可以利用到背面嘅肌肉，借到更加多身體嘅彈力。麥基又話：佢鼓勵所有做緊訓練嘅人，而激勵好似傑丹比呢一類專業運動員嘅方法咧，就係有嗰句講嗰句。例如用最科學的方法去講解增加重量的原因，要他們明白提升發力的極限和比賽的成績有多大的關係。而麥基就讚傑丹比對重力鍛鍊的態度很認真，覺得他每次都會跟足指示，永遠都想進步。